What happens when it's over? Could we come back as someone else? You've come back. Uh huh. That <laughs> <laughs> he looked right up at him and said, "You know, Dad, when I was your age, I used to change your diaper." There's me. I was flabbergasted. Be honest with you. And Ian came over to me and he said, Mom, when you were a little girl and I was your daddy, what was my cat's name? And he said, I used to call him boss, right? Well, I just went blank. But, uh, you know, now, yeah, anything can happen. Yeah, anything. 觉得我去世以后，完了就没有了。很多人就是有了这个濒死经验以后呢，他整个人生都改变了。在您看来，这个意识它是可以通过脱离肉体的方式来存在的吗？ 思考世界，阅读自己，欢迎收看《慧灯问道》。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话题，这个话题呢就是生命转世现象。我第一次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看了一本书《生命的真相》，给我带来了很多的震撼。 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慈成楼珠堪布，今天呢也非常有幸啊，请到堪布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一会儿在我们的讨论当中啊，您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精彩的分享，我们掌声欢迎堪布。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也接下来认识几位来到节目当中的小伙伴们哈，大家呢对这个生命转世现象都很感兴趣，并且有一定的研究。嗯，我们来认识一下大家，这一位是来自加拿大的 Chris。 Chris 呢是一位资深的中英文翻译，所以呢，他的中文是很不错的啊。相信一会儿一定啊能有非常多的很好的分享给大家。欢迎您，大家好，嗯，欢迎欢迎。欢迎<是>好，这位呢是赵倩。赵倩呢是一位全球性的连锁企业的高管，也欢迎赵倩，大家好。 这位呢是郑志成，郑志成呢是一位资深的国际金融投资分析师，欢迎志成。大家好。这位是孙瑞。孙瑞呢是作家、导演还有编剧，欢迎孙导。大家好。 那么刚才大家都已经互相认识过了哈，我其实有一个疑问，您当时是怎么会想要说开始研究和采访这些案例，并且要写成这样一本书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嗯，我觉得这个生命的装饰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呃，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所以我就当当时呢，呃，就查了很多。 呃，历史上这个发生的这些事情，然后呢，也同时也就呃调查了很多当时的这些情况啊，然后就写成这本书了。嗯，这本书的整个的采访和写作的过程大概是多长时间？有些是。 呃，两千零二年的时候啊，有些是两千零三年的时候，嗯，然后前面的一部分呢，可能要比这个还要稍微要早一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出，呃，堪布您可能已经是在非常早的这个时间之前就已经开始对这个轮回转世的现象有很多的关注和、嗯、是是是研究了，二十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对，嗯，对。 是，那我想问问哈，在场的几位嘉宾，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意识想要去关注生命转世的现象的？然后大家这个当时的心态，还有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是怎么样子的？Chris，您先来吧。那、啊、<laughs> 是,是这样的，我从小是对动物感兴趣的，嗯，特别是鸟类的，哦、呃，所以我大概可能八九十岁左右。 八九十，8, 9, 岁，呃、我也我也不太记得八到十岁左右，八 <laughs> 到十岁。<laughs> 这个时候呢，呃，我特别喜欢那个猛禽，啊、呃，金雕啊，鹰隼啊，哦、特别帅气，特别那个飞得倍儿快哈，倍儿快。<laughs> <laughs> 所以，所以我想，呃，如果呃有下一辈子的话，又转世的话，那我可以成为一个金雕或者是一个鹰隼。 在冲上天飞的，啊、嗯，那多么的奇妙！Oh. 因为我对动物啊感兴趣，我也对科学比较感兴趣，然后我就应该算是一个理性的无神论者这样的一个呃一个属于这一类的人，所以呢，呃，到目前没有确凿证据说明啊、呃、转世是存在的，所以基本上。 呃，我顺着科学的这么一个判断，我也是这么看的。我觉得我去世以后，不会再有这么一个我，完了就没有了。好，我们了解了这个 Chris 的观点哈、啊。赵倩呢？嗯，几年前我看过一本，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医学博士叫布莱恩·魏斯写的一本《前世今生》这本书。 那这一本书呢，描写的是一个真实的事件，讲到的呢是八十年代有一个普通的患者，他因为焦躁。 所以呢，找到魏斯博士，在对他进行催眠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他惊现了八十六次的生命转世。我当时觉得这个事情好神奇啊，<laughs> 所以我就很感兴趣哈、啊，<laughs> 所以我就自己呢也去上网去查了一些资料。那我也有看到这个报道，就是在讲湖南怀化通道有这么一个村落，有一百多人对于他们的前世是可以回忆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前世，呃，这个转世的这种现象是真实的。嗯，还是因为有证据，所以绝对是真实的。对对对 <laughs> 是的，好，嗯、我们知道了这个赵建的观点哈。那两位哪位先啊？孙长、嗯。<laughs> 我跟克瑞斯差不多，我应该是也是在少年的时候，就是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里以及歌词里会有句话，就是“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然后我就觉得，哎，这句话说的，他突然给我一个启发，就是说，茫茫人海中，我们好几十亿人，为什么就是这俩人遇到了，那那跟那几十亿人就没有遇到呢？我觉得，也许有原因，也许没原因。我是在这个好奇心之下，然后开始就是对这个东西想的越来越多了。后来也看了一些案例，往后呢就觉得，哦，这些案例告诉我。 他是有原因的，他这个转世，我现在是基本相信这个事儿的。就包括，如果说百年修得同船渡，那咱们今天在一个桌上聊天也是百八十年的前世的缘分啊。我是这么想，有可能啊，同船渡也是在船上喝茶聊天而已。嗯，有们在中旁聊，对他们有可能连天都没聊，就是过去了，就擦肩而过了。嗯嗯、咱们是坐下来。 还能喝着茶对，对这个一百二十年以上的一百二十年是吧？<laughs> <laughs> <laughs> 时间又加长了。嗯、呃，好，那我们再听一下这个志成您的故事和分享。呃，我想我可能比较没有像这个孙导或者 Chris 这么浪漫哈、啊，其、就、实、是、是蛮直接的生活体验。我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做了呃资深哈哈，做了这个二十几年的这种呃国际金融投资哈、啊。 投资的角度，我更想知道说，生命是就一次，还是有很多事，就像我们做投资嘛，你同样一个呃投资，投资一年的理财产品跟投资十年的这种呃风险投资的那个思维、绝对策略上都也是不一样的。那很遗憾的，我觉得目前收集到的一些种种资讯，似乎这些转世经验可能都有其他的科学的解释，但不。 不见得就是真的，就是可以转世有下一次。所以目前来讲，我还是刚刚 Chris 提到说他是无神论呢。我这个从这个西方来讲，可能就比较偏向叫 agnostic 那个神不可知论。我没有验证到呢，自己没体验到。我虽然很愿意希望他有，但是目前来讲没被说服，觉得是没有的。嗯。 呃，那除了您刚才说的，可能没有看到一些、啊、这个让您信服的案例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吗？其实最主要的，现在呃，我们科学发达，不管是生理学也好，心理学也好，这种所谓的那个呃意识呢，它就是定义上就是根根据大脑而共同存在的。那如果说人死了的时候呢，你这个呃心跳、呼吸。 这个脑细胞都死亡了，这个电流也不存在了，意识不知道在哪里存在。从云计算的这个对应来讲，除非啊，他就说是在云端，<laughs> 否则的话，你这个人整个死了，他已经没有寄托的地方了，那似乎也没无从可以呃轮回或者在移转是在，我觉得在高中和大学的教科书上也有这样讲到，说我们的意识是大脑的一种属性，嗯。 可是我有一个亲戚，他呢跟我讲过一次他神奇的濒死体验。哦、嗯，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呀，嗯，有一次呢跟他的同事去到一个企业去参观，呃，在这个参观行进的过程当中，他突然感觉身体特别不舒服，然后他就觉得他整个心脏发慌，然后呢整个身体没有劲儿，浑身出虚汗，啊，不知不觉的他就晕倒在地上了，但是晕倒的过程当中。 他就觉得他整个身体轻盈如飞，来到了一个公园这个公园他从来没来过，而这个公园的人们在那个地方漫步。这些人呢，戴着礼帽，穿着长衫但是非常的和善。而且他看到呢，整个这个湖面碧波荡漾，柳树成荫，他愉悦极了。他在那一刻，他觉得真好，真是一片祥和的气氛。他就想在那个地方多玩一会儿。 这个时候就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然后他一醒来，然后发现自己呢躺在地上，呃，他告诉我，哎，我的魂儿被叫回来了。我这个亲戚平常他不是一个爱胡说八道的人，所以他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嗯，可能人的意识呀，有可能可以离开肉体而存在，嗯、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对亲身发生是的是的，听起来好像那个黄粱一梦。 我记得在那个坎布的这个本书啊，嗯《生命的真相》里面，也记录过一些案例。嗯、有没有一些就是关于啊，像刚才赵倩提到的，刚才说到了一个词是濒死体验，<对>是吧？嗯、对啊，有类似这样的一些案例吗？嗯，有。我这本书里面的有一部分的这个呃濒死经验的这些呃事情的这个来源，呃，就是美国一个博士，他就叫做这个 Ramudu，他呢。 就在西方呢，就叫做这个“冰丝金眼之父”啊，他就是第一次真正的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嗯，当初他在这个医学临床就是发生了一一些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因为他是科学家，啊，要考虑他的身份，呃，他不敢说。后来他呢，对一百五十个人，呃，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研究调查。 啊，那么最后的这个报告啊，就是变成了一本书，叫做《一生又一生》啊。这个病史经验，它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和不同的声音。他这本书里面呢，这些不同的声音呢，一个一个的排除。我从头到尾就看了很多次，然后也就是逻辑分析它这个里面的一些呃说法。 啊，我后来也就是确定啊，这里面不一定百分之一百都是真实的，但是呢，它绝对是有真实的东西在里面。呃，因为这个一百五十个人，他们也不是随便说啊，他自己也讲过了，很多人都是流着泪，啊，跟他讲他他们的这些感受啊。然后，尤其是很多人就是有了这个兵士经验以后呢，他整个人生都改变了。然后，另外几个是我自己啊。 呃，亲自采访过的，呃，有两个，一个是一位中学的老师啊，另外呢，他是一个家庭主妇，哦，oh. 他做了两次手术，最后的一个一个手术呢，好像是十多个小时，哦，oh. 十多个小时，oh. 那这个时候呢，他真的是他的这个意识就出去了，出去了以后呢，就刚才你讲的很像啊，虽然他不是公园，他是去了草原，但是呢，他在那个上面那个草原上的每一个草啊。 然后呢，就是风吹的时候，它在动，啊。然后呢，这些就是跟我们的眼睛看的一模一样。然后呢，特别的这个当中又特别的喜约喜环的这样子的感受。后来我就，呃，遇到了很多这种情况，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去去调查啊。这种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全世界各地都有的。 嗯，这个冰石经验就是有很多种，我觉得这个也应该分类做一个数据分析这样子的啊。我想这个可能是有两种啊，或者是几种冰石经验当中呢，有一部分呢，呃，现在还不知道啊。比如说他去的公园，他为什么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呃，他的有个感受呢？那也许是就像我们自己做梦一样，他其实哪里都没有去，只是他自己的一种内在的感受，嗯、但。 有一部分是绝对不能用这样错觉来形容的，有一部分啊，那这个那本书里面讲讲的非常清楚，它有很多的原因，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证据，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全部怎么去讲。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啊。其实现在就是国际上这个濒死研究还是比较的呃专业，就是咱们可能日常生活接触的少，就是据我所知有呃国际濒死。 研究基金就是为了研究这个专门成立一个基金，哦、还有国际濒死研究学院。刚才赵倩和堪布说的这一些例子里头，他都提到一些共同的现象。这些共同的现象，有有有一个叫格雷森的人，他提出过一个概念叫濒死指标。其实说出来大家并不陌生，就是比如刚才赵倩说的那例子里有一些。 我们在别的故事里也能听到过，甚至说我们在影视剧里也能看到，比如电影一个人死了以后会会有什么情况？就大概总结起来有那么几点吧。其中有包括比如说往事在你眼前一幕幕划过，就特别快的划过，嗯嗯，因为就是我们经历往事，也许用三十年经历的，但是在那那一瞬间，可能就把三十年所有东西都看到了，就是你你你对谁不好过那时候你的愧疚啊，然后谁对你不好过你就全都想起来了，然后还有一个穿越，你刚才说的那个他。 他觉得他跟跟飞起来似的。他摔倒了，不是在公园摔倒的。对。但是他他觉得自己去了公园。对。对，穿越就是很多时候是穿越到国外，甚至能看到国外的亲戚在干嘛。哦。对啊，有时候还能看到故人死亡的亲人，能看到。对，空间上、时间上都可以穿越。对，还有包括一些特别舒适的感觉，就是喜悦啊，嗯，就是类似的，还有对，不就对，包括我们在电影里有时候看到一个人坠入到海底了，突然啪一束光打过来。 然后，嗯，感觉自己被那个灵光所照耀全身，嗯、这有一束光也是一个指示标之一。哦、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看到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我不太相信的东西呢。嗯、比如说，他们很多就是包括国外的这些人都是有一个这样现象，他们看到了过去的这些亲人。嗯,嗯。我觉得这个呢，有可能是一种错觉啊，因为他们从佛教的角度或者从那个角度讲的话。 过去的他们的亲人呢，现在是不存在的，他不可能就碰到这些人。嗯，嗯呃，所以这个呢，可能需要其他的解释。我觉得这个有点点不不太真实。但是刚才堪布堪布跟孙瑞讲到的，就是呃，虽然是发生在不同的地点，嗯、呃，不同的国家，或者甚至于都不同的语言，可是大家濒死体验的那一刻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嗯,嗯，一个英国人叫山姆·帕尼尔。 嗯、他是对一些医学上已经宣布死亡的人，然后啪突然活过来了。嗯，六十多个，六十三个这种人做过一个，也是做一个研究，有七个人，就是九分之一，9, 他会记得发生了什么，还是有一定比例的，有一定比例了以后，这个事儿就不仅仅是一种错觉或一种偶然了。嗯，呃，刚,刚提到说这个呃。 就是类似濒死经验也好哈、啊，然后意识是不是可以离开身体呢？这个也有科学证明的，可能是错觉，呃，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制造这个身体跟意识脱离的这种情况，呃，比方说这个瑞典的这个 k 罗 r o l i n s k a 研究机构的呃认知神经学的教授呢，叫做 Henrik e r i s o n 他做了很多这这方面的呃各式各样的实验，然后最经典的一个，比方说哈，现在旁边这个孙导，你的眼睛上面戴着这个镜片，其实是两个小屏幕，但你看到的景象是我放在你身后两米的一个呃摄像机啊，嗯、所以你现在看是其实是从后面在看着你自己。And now you're the test person. You're sitting on a chair, and now you wear head-mounted displays. It's two screens in front of your eyes. And they are connected to two cameras that we put two meters behind you. So you see yourself through the back. And then uh, I touch the test person's chest, and then I move my hand towards the cameras. So I'm synchronizing the touches like this. So now something very strange happens if you're the test person. You start to experience that you're outside your real body, that you're sitting a couple of meters behind yourself. And, and you're looking at yourself, you, you know it's you, but it doesn't feel like you anymore. It, it feels like another, another person, but you have to do the, You have to apply these touches simultaneously. If it's out of sync, uh, it it doesn't work. So this is a breakdown of the illusion. There's a tactile stimulation on the person's chest. There's a visual stimulation towards the cameras. If it's synchronous, you feel the illusion. You're outside your body. If it's asynchronous, you don't have the illusion. Anyway, woman. 呃，身体里边它，他他实际去脑部细部的研究是，我有视觉的这个反应区，我有触觉的反应区，那还有一个整合这两个呃知觉的协调性的反应区。那只要这两个这个反应区这个整合的部分呢被阻断了啊，比方说刚刚呃，堪布也好，或者赵谦提到一些特殊的现象，呃，也许是比方说偏头痛啊、癫痫啊，甚至中风啊，或者他出了这个。 车祸外伤的时候呢，这一部分的这种呃连结性、协调性可能被阻断或者破坏的时候呢，嗯、身体轻飘飘，好像在外面，甚至他们有些幻想的，刚刚那个、嗯、很可能是黄粱一梦啊，嗯、所以这些可能是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解释，说未必他真的是肉体跟灵魂真的是是。 呃，肉肉体跟这个精神是真的脱节了，而是一种就是脑子里不协调的错觉。就用我刚刚讲那个电脑的理论啊，嗯、那个或是云计算，嗯、就暂时的电脑短路了，嗯、可能可以这样解释。嗯、我我我相信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验，确实它会因为大脑的错觉，嗯、一定会让人产生这样的这<会>这样的一种误解。那刚才康复也说到了我的那个亲戚的那个濒死体验，这也有可能是个幻觉，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嗯、对吧？嗯嗯、有可能我们也是梦到了我们去了一个极美的世界等等。呃，但是我之前有看过，呃，也是一个案例哈。这个案例就是讲的是一个叫安妮塔的一个女士。 Her extraordinary NDE made her an international sensation. In April 2002, she discovered a lump at the base of her neck. And I went to the doctor to have it checked, and the doctor conducted a biopsy. And after the biopsy, he confirmed that it was lymphoma, Hodgkin's lymphoma. Over the following years, Despite trying all kinds and modalities of treatments, the cancer continued to grow throughout her lymphatic system. On February the 2nd, 2006, four years after she had been diagnosed with cancer, Anita did not wake up. The doctors declared that these were her final hours and that her organs had now begun to shut down. I met with Anita's doctor later that evening when he came in and at that time he said to me that anita's probably not going to make it through the night and he went off and continued his rounds and he said he'd come back and see me in the morning he really didn't expect anita to be there in the morning but as anita lay there through the evening i made it an absolute point the nurses weren't doing this but i made it an absolute point of to stay awake and to watch the three things that i knew to watch and one was her oxygen uptake and one was to watch was her blood pressure, and one to watch was her pulse. So I spent the entire evening just watching these three dials. As the night progressed, the oxygen saturation dropped to decisively dangerous levels. Anita was now slipping away, and Danny just sat there watching her die. Even as Anita lay there, literally on her deathbed, in some ways, she was more alive than ever. In her NDE, she 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her doctor and her husband, in which the doctor was extremely negative in his prognosis of her condition. She saw her younger brother sitting in a plane on his way to meet her, a fact that she was not aware of when she slipped into her coma. Events that were beyond her ability to know. I was aware of everything that was happening around me. I was. Aware of things that were even being said outside the room of where I was. I also became aware that my brother was on a flight, on a plane from India trying to get to me. And I was aware that he wanted to get to me before I was dying. And I clearly remember feeling that I need to stay alive. She came back and surprised everyone. As I started to open my eyes, the, one of the first people I saw was my brother. He had arrived in Hong Kong and his suitcase was right behind him. He'd come to the hospital straight from the airport. And I smiled at him. And in fact, my family then gathered around me my husband, my mom, and they were all smiling because they were really surprised that I was coming out of the coma. They were actually quite thrilled. Over the next few days, Anita's story started to come out as she started talking about her experience. Although still very sick physically, Anita felt euphoric after her NDE. When the doctor came in about three or four days later and he felt that the tumors had gone down by about 70%, he was really, really like in total shock and surprise. He didn't even know what to write in my medical records and he actually said that. He said, he said, your case is amazing.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put in your medical records. Even know 其实他躺在那里已经昏迷了，他就是醒着，他也不可能看到他身体以外的。或者他弟弟坐飞机，如果那是幻觉的话，但是他回到现实当中的时候是跟事实对得上的。嗯，确实也有这样的濒死体验，有些人是有这种感受的。嗯。 只是从巧合的角度来讲的话，哎，觉得这也太巧了吧？是是，对，是这样的。嗯、<laughs> 有有一点就是，嗯、呃，就是每个国家都有它特定的文化，它的一些语言、有些故事啊、呃、神话等等、宗教，嗯、呃，这些都会啊、呃、产生一个集体的所谓集体的意识，一个。 大社会的集体的意识、嗯，嗯，大家，然后你从小看很多电影，比如说在西方国家看到耶稣的诞生，什么圣诞节的这个节日的，啊、呃，这个三个国王来迎接他，就呃见证他那个救世主啊等等，然后比如说可能在印度，他们会有他们特质的这种体验，那么在在。 湖南你提到了是，嗯，这个村里的，他、嗯、可能也有他当地的一些文化的现象，嗯、这些不停的强调在你的大脑里面，当你呃感到失望，或者是呃呃大脑出现一些呃生理上的问题的时候，那他们会有类似的呃呃呃。呃 呃，回忆或者是在大脑里面出现的一个梦境，或者是一个意识当中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一这也是很多一辈子的暗示，导致了人会形成这种。<laughs> 当然，梦就是就像你睡觉的时候也会做梦，也会有很真实的感觉。那至于你比如说啊、呃，他听到周围的人就是。 讨论他的呃病情，啊，这个我觉得人类有可能有这个能力，就是说他可以半半有意识半在这种梦中的，这同时出现的。嗯、你比如说我我有通声传译的这个感觉，啊、呃，这个体体验的时候，当你听对方在讲。 一种语言，然后你在那儿说同步的说另一种语言，然后你还在考虑到自己，这你你也可以感感觉到哦我很累，或者是啊、哦、什么时候结束了，但是你同时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大脑的那个这种能力，确实是非常奇妙的，但是这个并不证明它是一个转世的一个。 但可是你所提到的同步翻译的前提是建立在你一定是听到了这个声音嘛？那我看到的这个案例呢是，他自是已经脱离他身体的周围，他们是在外面，即便是他就是清醒，他也听不听不到的。他就是，这这这这很容易的想到，就是说，当你快要死的时候，<laughs> 你的你亲戚都在周围。 你可以自然而然就想，哦，他们肯定是讨论。但是他是看他弟弟坐那个航班，然后赶赶忙着，太细节了。啊，Chris 先生，我表达一下我的看法啊。就是你你讲的有一部分的观点啊，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这样子啊。比如说，呃，有些人呢，他昏迷的这种状态当中啊，濒死经验的这种状态当中呢，确实是看到了耶稣啊。 啊，上帝啊之类的啊，啊，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有可能跟他们的文化啊，你说的集体意识啊，不能说没有关系，嗯、我觉得也也许有关系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真的是有一些真实的情况，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用科学的态度、嗯、啊，客观的去分析啊，哦，这个就不能这个随便解释了。比如说，嗯，我看到的这个 Rambo 的他的。 书里面呢，也就讲很多这方面的。有一个我这记得非常清楚啊，呃，有一个病人呢，他是两个眼睛都看不见的。然后呢，给他这个做手术的时候呢，他就死了啊，死了。盲人啊。哦，盲人。啊，对对对，哦、他是盲人。他就看到他的自己的这个身体就躺在这个病床上啊。然后呢，医生们、医生护士都围着他的呃这个身边。 看到了他周边的这个，呃，给他抢救的这些所有的仪器的颜色啊。他那个时候呢，他是从天花板啊上往下看，然后呢，他听到了所有的这个医生和护士之间的对话，呃，记记得清清楚楚的。这个盲人他抢救过来了以后呢。 他就把这个情况全部就告诉他们了，然后所有的这个医生和护士都惊呆了啊！他就是一个盲人，他怎么看到这些东西呢？嗯，那么这个呢，我们如果是用集体意识呀，或者是他自己的想象，这真的是有点点这个讲不通啊。嗯。另外一个，你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啊，就是呃，这个他的亲人在外面呢，这个事情呢，那这些现象呢，它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你看到了啊。 跟他们的文化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啊，就是他有有有可能，他可以去看到这些东西，或者是他能够看到这，他没有这个概念，是他突然间看到的，所以这个不是他的之前的一个意识、心态的问题了，所以这个里面是真的是有一个很深奥的道理。盲人这件事情哈，嗯，我觉得这个倒是那个呃说服力蛮强的，但是我会更进一步想知道说。 这个盲人，比方说他是天生的盲人呢，还是他是后来变盲的？嗯，那他如果是后来变盲的，他变盲以前他的生活体验是什么？他可以了解到这些东西，包括他讲的颜色啊、形状这些仪器设备，他以前看过，那可能在他潜意识，因此这个仪器啊，如果他不是这个先天的盲人的话，那可能也许以前看过了啊，嗯嗯，啊啊，但是呢，这个医疗系这个设备呢？ 它这个还的也很快啊，它也不一定是以前的个啊。<laughs> 嗯、然后也有很多种，也不一定经常、经经常用这个啊。啊，另外一个呢，比如说,说，尤其是嗯，我觉得，比如说，护士跟这个医生之间的对话啊，这个没有什么固定的对话啊。嗯这个他像的所有的是他嗯听得清清楚楚了。嗯嗯。所以你这个是有一点点不好解释了。我的这本书里面呢，也不是用这个。 呃，平时经验来证明这个前世的存在啊，我觉得也这个现在也不是一个它的这个证据。我们很多时候呢，呃，看到这是科学的、科学家的这个这个观点什么什么的时候呢，我们以为啊，这是科学已经证明了这样子的事情，其实不是不是的啊？大家都知道，科学就是拿数据来啊。 这个证明啊、呃，这些事情的证和假啊、呃，比如说科学家说，意识是从大脑啊、呃、产生的，是大脑的产物。嗯、那你为什么这么讲呢？科学不是讲数据吗？那你有没有数据呢？嗯、呃，到现在为止没有数据的，嗯、一个数据都没有。其实最主要的这种所谓的那个呃意识呢，它就是定义上就是跟根据大脑而共同存在的。那所有的我们的意识流呢？ 现在甚至用这个科学的仪器，它可以去监测出来，你有起心动念，它这个脑部就有一部那个电波，所以基本上这个意识从现在的科学能力范围里面呢，它就是定义就是一个信息流。现在的科学限制，甚至说，慢慢的能够根据你这个脑部的这个电路电流的状态去反过来还原你在想什么。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已经没有这些电路了啊，这个。 这个机器死死掉了，那个意识不知道在哪里存在。我在国外，也就是专门研究这个他们两个关系的，这样已经长达三十多年、二十多年的这样子的这个科学家也有交流啊。本来科学家他想给大脑画一个地图，但是呢，这越研究越这个地图就没办法画了，因为比如说人就是就用电流、电流啊刺激人的某一个这个钢管的时候呢。 但有些时候呢，这个地方有变化啊，再一次、再二次、再三次，又另外一个地方有有有有这个变化了。然后有些时候呢，它是整体有变化，所以这个地图是没办法就越来越复杂了。所以，呃，这两个的关系呢，其实很多是科学家也说过了，我他们说的真的是实话。我们到现在为止啊、呃，真的不知道这个意识是怎么样从大脑。 产生的啊，现在科学就只能证明我们的一些表面的这些情绪啊，啊，更是大脑是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这个在哈佛医学院里面呢，专门做这个脑神经跟这个关系的两位科学家，我都有交流。比如说，我们想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立即啊，就是大脑的某一个地方的血液的流动的变化，这不仅仅是大脑，嗯、对对对人的某种这个思维。 就是让某一个身体的部位的血液的流动会产生变化，嗯、但是深度的这些意识的活动跟大脑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嗯嗯、这一点是、嗯嗯嗯、这个这个仪器是探测不出来的。嗯，因为，呃，刚才我们刚到讲到的这个濒死经验的这些这些人啊，嗯、他们的这个表面上啊，他大脑是完全是停止了工作了啊，但是他醒过来的时候呢，嗯、他的这个感受啊。 嗯，<noise> 是一直是有的，呃，他一直都是有感觉的。那么这种意识的深层次的东西跟大脑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了。所以，这个可能是未来的科学呢，可能会揭开这个秘啊。现在是没有的、嗯。嗯，刚才刊物用的词儿是意识和大脑，这个就是特别像咱们民间的说法，就是灵魂出窍。嗯，就是灵魂跟窍、嗯，窍对，就一一个脑瓜壳、嗯嗯嗯嗯。对。 就是我看过一个灵魂出窍的一个例子，是说国外有位女士，嗯，她号称是灵魂能可以灵魂出窍，嗯，然后她号称嘛，别人就会质疑她说你出一窍让我们看看，嗯、她说行，那就试吧，但是现在还不行，得等晚上等我睡着了，啊、哦，然后、哦 <laughs>，然后第一天晚上她也睡着了，嗯，没出来，第二天晚上也没有，没成功，到第四天晚上。 成功了，就是他的灵魂出现了。Oh. 做做这个实验的呢，也是一个博士，叫塔特。他呢是让这位女士平躺着睡觉，然后他会在这个这个床，如果说这么高的话，他会在这个床的上方有一个窗窗户窗口，窗口上放一个架子，架子上大约放放放 iPad 这么大的一个。 卡片上面写了五个数字，那五个数字就是他随随机选取的，没有任何的准备，而且放的时候，这个女士一点都不知道，她就、嗯、放上去了。然后到第四个晚上，就那女士睡着了，醒了以后就准确的说出了那上面的五个数字，因为他平躺着，他是看不到上面的高度的，但是他就醒来以后就准确的说出了这五个数字。嗯，对，这个意识，他有可能会脱离肉体。嗯 啊，对对对，就对出窍脱脱离开脑瓜壳。对对，对我还是想跟那个志成说，你刚才举举那例子，说给我这儿放俩银幕，然后后面有一个摄像让人们看后头。但是我这例子是，他没有给这女士佩戴任何装置，这女士就凭凭自然状态下，她就只是睡着了而已，她就看到了。嗯，这个对对对，你说的这我也看看到过这个啊，这里面有一个。 嗯，不，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是，呃，当他们这个衣食脱离的时候呢，很多都是往上走，从往这个天花板啊，对 <这个 S 1> 对对，<laughs> 对，飘起来对。所以你这个也就是因为它飘起来了以后呢，<laughs> 呢它可以拼开那个夹子上的这个东西的。<laughs> 对，平时它躺着的时候还有一定的距离。就是从简单的常识的一个呃问题，就是说这些人啊、呃、参与。 或者是观察他，然后他给出了正确的答案。这些人有可能会不会是一伙的？一伙<活>的。<laughs> <laughs> 对吧？<laughs> 就是说他他已经他已经确定好了，<laughs> 已经说了这个数字，然后哦，第一天他可能就不让他那个出窍，因为这个太明显。四、uh, uh, <laughs> 天以后，<laughs> 然后慢慢的，哦，当时我就飘起来，然后我看到数字，因为就不我我是。 半开玩笑，的是，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确实说，我们不能排除他们都是一起搞了一个骗局。我看这个孙导不是导演，您是导演。这个这个，嗯克瑞斯是不是在中国参导演这个克瑞斯在中国参加过马戏团的表演吗？那种上面是上面美女，下面是蛇身的那种，那个都是一伙的，山东好的，因为自编自演自导。 我我的我为什么提到这我觉得还是这个好，还是听起来有点幽默的，还是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说有这么多的这些案例，这么有说服力，那么详细的讲，那为什么全世界都没有被说服的？我们现在，呃，大家都是就是去猜啊。 啊，实际上我们大家都没有去专门的去研究过这个事情，他们是不是合伙的来偏心？哈哈哈哈哈！呃，那这些呢？呃，这些他可能不是了，因为他们都是，呃，做自自己一个科学的态度去做这个研究的。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Ramon Moody、嗯、博士，他是一个双博士啊，他这个头脑呢，啊、呃，当然不是很简单的随便就是相信一个人的说法。嗯嗯 他是一个科学家，非常严谨的态度去研究了，他一个一个的排除不同的说法。然后那个时候呢，有很多跟他一样的心理学的医生，他们在临床上都有这样子的这个事情，他不敢说。瑞蒙·穆迪博士说出来了以后呢，后来就是，呃，出现了很多这类的这个书，尤其是很多人就是有了这个病史经验以后呢，他整个人生都改变了。 这根本不是一个一个，就是随便说说而已。这里面就是有一定的道理。呃，其实刚才几位啊，都是这个辩论的，<laughs> 呃，可以说呃，还是很有趣的哈，有激烈的部分，有有趣的部分。<laughs> 那么就是就您来看哈，这个、嗯、呃，意识和身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嗯，佛教里面讲啊，意识呢它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啊，它永远都需要一个载体。 比如说，我们人有阴和阳的这个时候啊，阴阳啊，这个万事万物，呃，都是阴和阳啊构成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比如说，当一是处于这个阳的状态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生活了。那这个时候呢，它必须要靠这个大脑啊。然后呢，它就进入了这个阴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啊，同样它也需要一个身体，比如说。 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我们梦里面的这个一切啊，也有意识的这个活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发现自己有一个身体啊，有一个身体，但不是现在的这个肉体。那这个身体呢，在佛教里面很早以以前就有这个解释啊，这个叫做医生、啊“医生啊，意识的“医是意识创造出来的一个身体。 人做梦的时候，还有人这个灵魂出窍的时候，还有就是人死了以后的中阴的阶段啊、呃，都是这个身体来陪伴啊、呃，这个意识呃完成他的这个工作，嗯、那这样子的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处于这个阳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嗯、那这个时候人思考问题的时候呢，需要这个大脑啊。佛教是有他自己的这个观点。 啊，他是说大脑就是意识，它的工具。藏传佛教的这个藏译和藏弥里面都讲，大脑里面有五百个脉的这个数字是不一定是准确的，但是五百个脉、嗯、就是用来我们的这个感官去感知这个这个这个外面的世界和我们的意识去思考这个外面的世界的这个工具。嗯、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子讲，比如说意识啊，好比是人。 然后大脑啊，就是好比是计算机啊，计算机人就是通过计算机去完成这个他的工作。同样的，意识他就通过，啊，这个大脑去完成他的这个工作啊。那科学家里面呢，有几位科学家非常有声望的啊，其中有一个是得过了这个脑神经科学的诺贝尔奖。 啊，一个这样子的科学家，他也就持这个观点啊。他认为意识跟这个大脑之间呢是有一个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呢根本就不能说明意识就是大脑的产物。嗯，然后后来的很多科学家就说啊，好遗憾，得这个诺贝尔奖的一个这样子的人都说出这种话，这个很遗憾。啊，这个遗憾不遗憾是其他人的看法、啊，他自己的观点就是这样子的。这两个的关系呢，你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关系，人跟计算机的这种关系。但是呢，大脑。 呃，跟医师也可以分开的啊，意识可以离开我们的这个大脑，离开了以后也可以这个工作的，就是我面前有一计算机，<打>有一大脑，<对>你们面前没有计算机就没有脑但，但是依依然能说话，依然也很活跃。对对对，嗯嗯嗯，那堪布在您看来，这个意识呃，它是可以通过这个脱离肉体的方式来存在的吗？ 因为我们收到了太多太多的不一样的说法，啊、呃，这种熏陶下，我们又又,又产生了各种的成见了、啊。实际上非常简单的，我们看到的物质就是这些物质了。所以很多人认为物质就就这些我们身边的这些东西，它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比如说固体的物质啊，液体的物质，气体的物质，还有就是能量的这个物质，还有就是这个电磁波的这个物质。那么佛教就是讲，意识它也是一种这个物质。 啊，太极图画得非常的好啊，整个一个宇宙啊，嗯、一半是阳啊，嗯、一半是这个阴啊，阴阳的组合啊，就是就构成了这个宇宙、人体、精神，所有都是这样。它现在这个时候呢，它是阳的时候了。比如说啊，这东西呢，啊，破碎了以后，我们把它打碎了以后啊，磨成粉、嗯、啊，磨、嗯、成粉。 一吹，哎、呃，它就在这个空气里面了。嗯、然后气局就不不存在了，这个心是不存在了，在了嗯、它就进入了银的状态。但是呢，它的原子分子全部都是存在的。那、嗯、你把它吹掉了以后呢，有可能啊，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啊，两个月、三个月的时候呢，然后呢，啊，以一个其他的东西啊，就就又出现在你的前面。那这个时候呢，它又进入了这个阳的状态。嗯嗯 一样的状态，人死了以后呢，大脑会尘土，但是实际上大脑也不是不存在、嗯、啊，大脑的这个它的这些物质的这个成分呢都是存在，但是呢它可能变成其他的物质啊，然后呢意识的这个东西呢，啊它不会跟大脑一起这个消失啊，它自己是一个物质，嗯、比如说我们把手机啊打碎了以后呢，手机不存在了，但是呢这个啊无线点波。 不可能跟他一起消失的啊！哦、那他去哪里呢？啊，嗯、他也进入了这个银的状态了，嗯、我们看不见啊。嗯、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换一个载体啊，换一个载体再出来。实际上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呢、啊，不要太吃这个意识这东西，它就是一个物质，嗯、<laughs> 它不是什么神秘的鬼啊、身啊之类的，它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一部分。嗯，现在呃，科学好像。 慢慢的就确定了，这个记忆就是一些化学成分，嗯，意识主要是的记忆，嗯，呃 G、组成的、嗯、啊，嗯、那可以说意识就是化学成分成嗯，嗯，组成的。比如说我们的大脑帮我们的意识啊，恢复它的过去的记忆啊，啊，或者是让它把这个。 东西啊，就是储存在他自己的这个需要储存的地方啊，这个大脑是一起到一定的作用的，这是肯定的，呃，但是呢，是不是这些基因都是花学呢？不是啊，为什么呢？我觉得啊，这种说法，咳咳首先，第一个不符合我们的现实生活。如果 全部都是用化学来讲的话啊，比如说，那就就人翻嘴的时候呢，那他可以不需要左脑了，直接就是大脑里面的化学调整一下，<laughs> 就不就不就不就可以了吗？有 <laughs>、嗯、想法了、就是。对，这 <laughs> 就,就是我们像汽车有点问题的时候，四 S 店再修一修就完了，它 <laughs> 不需要左脑。另外一个呢，它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嗯。啊，怎么有问题呢？现在有一个叫做脑外记忆啊，比如说一些小孩儿啊、呃，他。 就是讲很多他的这个前世的这个故事啊，他有一个这样子的特殊的记忆。万一这个记忆是真的是是是是真实的话，那这个花絮是讲不通的，逻辑上是有有有问题的、嗯、啊。<对>从佛教的角度看的话呢，那不是这样子。呃，这个所谓的花絮的这个反应呢，只是给意识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是这个记忆呢，不是这些花絮。嗯。呃，记忆就是在这个。 阿赖耶识里面啊，科学呢，它永远都是有发展的，这个永远都在这个探索、嗯、啊、嗯呃，所以呢，现在的这些呢，他也不觉得是终极的答案，啊、嗯呃，所以这个还有一个成熟的这个过程。嗯，嗯我们非常希望这个科学家他要再再进步一点，而且这个进步的速度呢，<laughs> 希望快一点点。<对> <laughs> 是，嗯，刚才大家的这个讨论啊，还有堪布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呃意识和身体的的一个关系啊，包括刚才大家说到了一些科学啊目前所存在的一些这个研究的案例，嗯，实际上既然这些都还是观点。 还不是结果的话，有可能这一部分哈、啊，真的是有待于更多人对他感兴趣。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在这儿聊天也许呢，明天哎，就有几位成为了这个专门研究 <laughs> 这个生命轮回现象的啊，<laughs> 这样子的一个科学家。其实真的是得有人对他感兴趣，嗯、得有人愿意投入精力去研究它。嗯嗯、那这个才呃，结果哈、啊，才有可能像堪布说的更快一些、嗯、啊，更早一些出现在世人的眼前。嗯 说这么半天大脑，我就看这个特别像大脑啊，这个就像个大脑，是是是是是是大脑又是这个就像个大脑，对对对对对，来来补补大脑，来来补一下脑子，补一下脑，补一下脑。但是这个鸡呢，不是这些花絮，啊，呃，记就是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